Oh!大白哥，今天这支影片可以说是呕心沥血之作，前前后后大概花了我一年多去收集这支影片的素材啊。大概从前年的八月开始，我探到这个点，一直到大概也是去年的八月左右，才终于收集到我想要的素材。那这支影片会拍那么久，原因就是因为今天的主角是夏威夷海莲。平常有在接触海钓的话，应该多多少少都有跟他交手过，而且一定可以深刻体会他的重鱼四部曲：利落的咬饵、暴力的出现、华丽的洗鳃、脱钩。就是因为这样，我每次去钓，每次都有中，但是每次都脱钩，所以我的画面一直不满意。总而言之，这支影片实在花了非常多时间在拍。拍着拍着也就过年了啊 ！Omega 这边祝大家新年快乐。那我们这支影片也有赞助哦，感谢聚宝 Online 赞助播出。聚宝 Online 它是一个 All in One 的娱乐城游戏哦，里面有老虎机、机爆人线、彩金轮盘、美女百家哦，非常多种这种刺激好玩的游戏等你选择。过年无聊找不到牌卡的时候啊，只要拿起手机，打开聚宝 Online， 里面有非常多大奖等你赢回家。聚宝 Online 手上地表最强的聚宝彩金。这个机制就是说每种不同机台的连线可以加在一起，加到最后有机会中下千万大奖。从今天开始到1月31号，只要玩聚宝就有机会抽到宾士 GoGoLo。那过年期间再加码，每天送红包。1月21到1月26，每天抽 iPhone， 每天抽 Switch， 让你兔年生财，好运旺旺来。过年玩聚宝就对了。新年玩聚宝，宾士开回家，立即下载聚宝 Online。I came from the mud, there's dirt on my hands。 这支片是在这支水沟影片后拍的，我拍着拍着，我发现后面通到个大水池，本来以为没什么生态，一下看才发现，嘿嘿，里面有点东西，也就开始我与哪吒的爱恨纠葛，就来看看我是怎么被他们欺负的吧。好了，来探点。现在在沿海地区，很多地方像这种自动池都可以钓钓看，说不定有惊喜。哦呦！炸一下，什么东西？吓死人了！那个怪东西炸一下，不知道什么。像这种地形，可能是哪招？大致的哪招？显然是没有搞头，换个铁板试试看。哪招啊？确定是哪招？这个凶的哦！凶哦！有东西在坏坏啊，应该是哪招啊？就是今天的主角。粗的，哇，甩掉啦！可惜，哎呦，这只很漂亮啊，咬得很漂亮，呼呼，舒服。这个大饵，这果然是可以钓大鱼的。再接再厉，有一就有二。哦，哎呦！吓到啊！我靠！心脏病要跳出来了，好像在玩恐怖游戏。哎呦，直接这样冲出来了，吓死人了！再回来这个地方钓。中！哇！救命哦！拜托，不要没线。
弄到火车头啊！哇，弄到火车头！哇，再跟他跑了，不然会没线。还在，还在。哇！哦，好可怕！哇！哇！救命哦！我那一冲啊，冲了十几二十米哦。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！吼吼！这只也没有很大啊，四五十而已吧，四五十那么冲哇！拿根一根搏这个不是开玩笑的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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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哦，吓死人啊！啊，让你没力一下，黄金没力哈，就是你啦。哦，这钩子只有打在他腮盖，不是打在他嘴唇一点点而已。所以赶快把它弄起来，我怕他看到我就再甩一次。呼，呼，用衣服抓。哇，各位观众，哇，大概五十几，欸，但是好冲哦。一冲直接冲二三十米，哇！差点以为我这个线要被干杯了，哇！心脏凉了一下，哇，舒服。然后这种大只真的，我建议还是带个鱼夹，因为手刚一抓他的嘴巴被割到了，很痛，很痛。好嘞，帮你解钩了。好嘞，走了走了，感谢您的配合，谢谢了。这个地方越来越好玩了，哦，来，再拼一次。哦，中了，哦，吼吼吼！哎，多高！走！哎，又甩啊！贪心的我想到太阳下山前钓个虾克鱼，左抛抛，右咪咪，以为拿个根鱼竿就可以对付这边的海莲。按照电影解说的套路，不出意外的话，要出意外了。哦，哦，走。哦吼吼，去哪里？超大只！啊！被脱裤子了！啊！人生第一次被脱裤子，一百米了，现在直接掰！我操！太可怕了啊！这是破米的哪招吧？太可怕了！脱裤子啦，被脱裤子，好细啊！不用，太可惜了啊！反正现在天色也晚了，明天再战，明天一定要把那只破米的给搞起来。好，各位观众，我今天打算直接睡路边了，一方面是想省钱，另一方面是这里离钓点蛮近的，大概五分钟而已。只要这个太阳一出来，照射到我脸上的时候，我就起床直接冲到钓点，希望可以拼一只大只的起来，然后呢再把它带回家做一晚，然后补充我这两天消耗的体力。
哎，找到找，又回到同样的地方哦。然后今天非常幸运，那边那个水门有在放水，昨天也是这个情况，所以感觉今天有机会一竿入魂。来试试看，瞄准那个流尾。哎，中！哎，中！我就说，我就知道，一竿就中鱼了。第一竿就中，哦，哎呦，哇，暴走嘞！哇，天哪，一大早就出现声，太爽啦！Come on， 竿头压低，不要让它洗塞。我看看我拉成这样，哇！我在冲哦，这次啄钩应该啄得蛮准的，没有给它洗掉。哇哇，一大早就这么激烈运动啊，没了，喷掉了，可惜，好爽哦！一大早就先那么爽，虽然没有起哦，不过有吃不到。再来一次，中。竿头压低，哦呦，那这样横向飞移的，你是战斗机是不是？先给他拖到美丽，刹车放松一点，哇哇哇哇！哦，可以回来了吧，孩子？早餐不用吃的这么激烈。哇，好，哦，哎呦，这次目测六十几。哦哦哦哦！啊！你很累，我也很累啊！不要去磨线。哇，细！哇，线磨断了，我跑去钻钢筋，结果 PE 线断掉了，但太可惜了，太可怕啦！往后的日子里，我只要一有时间，就来寻找这位大智佬的踪影，不过都一无所获。不知道是天气变冷的关系，还是顺着河道游回大海了，亦或是我太帅了。离他最近的一次是同年的秋天。炸！没有咬到，好大只哦，吓死人！干，多水炸哎！干，心脏漏一拍，靠！我也从满腔热血逐渐变得只剩妥协。不管是大尾的还是小条的，能让我在这边钓一条鱼就好。来，最终决战，已经大概苦了一年了，一定要把它弄起来，弄起来直接做成鱼丸。哦呦，咬一下，中，终于中了，哪糟了？哎呦，想跑没那么容易。哎，还不错，良心。
终于，但是不是脱裤子那只，但是啊，在这边终于钓到了，还在冲啊。这次应该是不会脱钩了，两个钩子都扒到了。哎，引拔了，没办，大概四十几的暖招。哦，终于在这边钓到你了。哦，好，终于在这边又搞到一只了。每次来不是脱钩就是保鲜，不然就是路亚会又要开启。这是大概五十左右，做成鱼饵应该刚好我一个人吃。去鳞、断开魂结、马杀鸡、尚方宝剑、刮痧，你看出来了，断开一切的牵连。太白粉、氯化钠，搓搓又揉揉，以检举。好，来各位观众，我们来享用一下这碗鱼丸汤啊。闻起来很像那种小吃店卖的味道，吃吃看。来，为人类文明的进步，吃一个。哦，很 Q， 真不愧我习武多年的手劲，把它筋性都给打出来了，还蛮好吃的。哎，说实在没有腥味哦，海鱼就是有这个优势，不输市面上买的鱼丸了，而且更 Q， 因为我太白粉加超多，我怕它被 Q 啊。哇靠！哎，这真的是惊为天人，不是开玩笑。哎，没想到这个暖招，大家说不好吃，其实好好处理的话，也是一顿美味的料理哦。哇！哦，各位观众，完食！喂，哎哎，哦，这个鱼真是出乎意料好吃哎。本来刚开始做我就保持怀疑说啊，这个东西真的能吃吗？难道我要为了人类的进步身先士卒了吗？欸，不过真的出乎意料好吃，所以如果大家如果钓不管大只还是小只一点的都没关系哦，尽管带回家哦，只要有盐有太白粉，再加上叶问打十个的力量哦，到美味的鱼丸汤就出来了。个人觉得我还没复仇成功了，那只把我脱裤子还没钓上来。我的耻辱永远还在那边，还没洗去。好，我是欧米伽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